我们有权利回收您这匹马。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。罗师傅，还得请你。果然是匹恶马呀。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，罗师傅来了，起来了，可是最厉害的。你给我放走！公司垮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干什么鬼？我从最棒变成最烂。你怎么业余来干啥呀？完了给我整走啊！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。滚！师徒是我的马，师徒走。我这儿都开了200万了，他都不卖。师徒，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老爸不对，把他丢。师徒对您来说就是一匹马，一个宠物，可对罗师傅来说那是他的家人，是他的孩子。不疼不疼啊，乖乖乖。我爸爸很笨，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用命去拼。爱电影是这样，敢于守护所爱的一切，才是真正的龙虎武师。爱我是这样，打他，我会保护你。爱赤兔更是如此。以后不管你到哪就要带上老爸，知道吗？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。